很早有多早？啊，我是从1997年开始的。1997年，你多大了？30。我们会坚持下去，我们会让全世界知道，中国的街舞 dancer 会跟外国人一样的优秀，甚至超越他们。Cast， 加油！开始你们的表演。两季看下，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街舞，但是你们是唯一一组已经完全超越技术到展现气质境界的街舞团，非常棒。你们是一个少数，我称之为见树又见林的舞团，就说看个人也厉害，看团体也厉害。我觉得不好的时候很多话可以说，但好的时候是无话可说的。我们一起来给吧，1、2、3 ，Yes。